好，我们继续来解锁一下其他东西吧。我觉得我们进度呢是要把它解锁下去，才会出那个更厉害的东西啊，不然就停滞不前了。我们先把这些火药啊什么给它解锁解锁，还要做火药是吗？火药好像是这边哦，不是不是，是这里，它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，这里面做东西稍稍有点繁琐啊。火药需要这个玩意，然后加上这个玩意才行。这玩意我们多做一点吧。好，有了，这东西好像牛奶哦，每次看到它都觉得像牛奶。再做个火药，等有了火药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解锁下一个阶段了。解锁弹药盒，弹药盒我们是用不到了，可以给我们，就是如果有其他武器的话，可以给它增加弹药。好，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，看一下有防护服嘞，装备皮衣、护甲，护甲板呢先给它搞一下，护甲板，然后下面还有什么？我们必须一直解锁下去才行。最大饱腹感加 10% 啊，这也可以啊，只要有烤熟的那玩意，我们刚好有烤熟的那玩意，烤熟的有机物。接下来呢就是皮衣了，皮衣要皮革跟螺霜，那接下来我们的防御能力呢就会变得更强了。看一下下一个阶段有什么吧，有抓钩了，总算是有抓钩了，这才是我最想要的。那我们就继续把抓钩啊这些小背包都给它解锁出来吧，可以给我们增加那个叫什么背包的容量，以及还有碳哎。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了，慢慢来吧。我们先把装备给它解锁出来。好，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，哇，总算是可以做了。就它不是制造东西的繁琐，它需要的材料呢也不多，来来去去就那几种。但是你需要不断的制造材料，不断的拿东西制造材料，这里拿那里拿，背包又少，它就是给你一种很麻烦的感觉，不是复杂。复杂的话我还能接受，麻烦就觉得很难受。那不管了，我们先把这玩意做出来吧。有了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啊，我们等一下来用一下。那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背包的一号位吧，下面呢是可以放衣服还有背包，我看看衣服能不能做吧。我现在就皮革可以做个小背包，皮革不太够了，等一下要去打一些皮革了，这个皮衣呢是做不出来了。好，小背包也做出来了。有了小背包之后呢，我们就能装更多的东西了。这个游戏储存空间啊还是挺吝啬的。对，真的是吝啬。小背包有了，感觉好像宁采臣的那个东西啊，不过我看不到自己身上，我还没装上去呢，把它放在这里好了。另外背包这里有个零杠一，看到没有，就我们之后捡矿石啊，有一个很大的矿石可以放在这个背包里面，有增加了三格的空间，非常少。那行吧，那目前呢也没有什么很多材料了，我们就先这样吧，先出发了，走。哦，进入下一个轨道，看看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吧。哦，来喽来喽，制作绷带，路剑伤，刹车。有件事我想提醒你，除了这些讨厌但无害的生物外，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抓钩的威力吧。我直接站在这里就能把它勾过来，哇，太爽了。并且呢，有一些稍远地方的东西啊，我们游不到那里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把它直接勾过来的。这样子我们工作效率就高很多，而且它还能当武器用的。像这些木头啊，我们离这么老远就可以把它勾过来了，太爽了。哎，有什么怪物出现了吗？没有看到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这样子吧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好家伙，是你小子，是一条大鱼，它会撞我们的船的，必须把它打跑。臭小子，我把这些东西给收集收集，在这边等你，不然它会一直攻击我们的，好像。不过它好像血比较少的时候就会走掉了。哎呀，被东西炸了一下。臭小子来了是吧？哎呀，这换子弹，这把枪就子弹太少了，可恶，又让它跑了。每次只能打几下，它血还挺厚的。行吧，不管它了，那我们就一边走一边收集材料吧。反正我们慢慢开着，有了这玩意之后还能勾鱼，勾下一个脂肪来。我想要皮革了，这皮革还是挺少的。小子又来了是吧？打死你！他每打一下就会跑，打一下就会跑，还是挺讨厌的。感觉突然变成黄金矿工了。还有这玩意呢，我们打掉之后把里面的材料勾过来，挺好玩的。那感觉这个游戏啊，就每一个路线它的地图好像都不太一样啊，这些破碎的东西啊就有不同的风景啊，就它有点给我感觉那种什么
玄幻小说里面天界大战之后啊，这种破碎的碎片啊，这游戏如果做成开放世界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吧。搞一点那种什么剧情加进去啊，人在这里到处乱飞啊，就很舒服啊。这个木炭给它升级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木材烧成炭了，这样子燃烧效率更高一点。那并且呢，也可以让我们这个木炭烧得更久啊。看一下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好解锁的。接下来有什么车头这个转角，还有沉水容器，还有这种压制的东西啊。我们后期呢会得到一些大型的矿石，需要把这个压成小块的才能用。有煤矿啊，什么钻机哎，我好像钻机才是把那个大块的变成小块，这个压制的是把一些东西转换成煤砖，燃烧效率就更高了。那我们都给它做一下吧。我已经可以看到这条鱼嘞，好大哦！我可以打它吗？不过我的武器射程好像不太够，它武器是有射程的，应该现在还不能打它吧？以后说不定就能打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天上还有一些极光哎，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哎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游戏好像下面是一块地啊，就它下面是陆地了，不是那种虚空了。但是我们被绳子挂着下不去，我倒想下去看一下，我觉得挺神奇的。好，全部解锁完毕，那看一下下一个阶段有什么吧。下一个阶段好像就是蒸汽火车嘞。哎，真的有哎，蒸汽火车哎，就需要超多的东西哦，可以让我们火车跑得更快。不过我一个人有点操作不过来了，这样子，如果换成蒸汽引擎的话，它车厢需要超长啊。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先把它解锁了，但是先不要用吧，下一个阶段再看看。好，这边材料准备的都差不多了，我们来做一下吧。这玩意钻机，哇，好大哦，我放在车的后面吧，以后再做调整了，就放这里先。我没有东西放进去，它是有那个。如果你有矿石的话，有那种很大的矿石之后碰到的话可以放进去啊。那接下来倒是没有什么的，我们得准备准备把这个给解锁出来，这个需要超多东西哦。我看看能不能做吧，来看看，应该是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研究了，然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，不然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好，哇，下一个阶段环铜浇铸哎，什么锌提纯，好家伙，可是炼金啊哎，并且还有二级的熔炉哎。那没办法了，继续捡垃圾吧，只能继续捡垃圾了。一个人捡垃圾的效率还是太慢了，这毕竟是一个多人游戏嘛，多人合作的话效率会快很多。那反正我们要到下一个车站了，我们继续一边捡垃圾一边过去啊。这鱼又来了，哇，又要进入车站了。每次进入车站看到这个都很壮观哎，这个大铁链子，这个大飘带。又要穿越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。哎呦，有点卡住了，每次到一个车站就会稍微卡一下，这次稍微有点不同哎，都是这种岩石哎。那我们这次先往这边走走看吧，身上包挺空的，捡了半天垃圾没有捡到什么东西啊。快到车站的时候呢，它东西就会少一点。啊，我们进去看看吧，肯定有敌人，我觉得。哎，不过他们地图的内部构造好像都差不多哎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新的地图吗？不知道了，先进去溜达一圈吧。有人，果然有人，臭小子，好多人哦，这次有几个啊？都打不到，我们依旧找这个角落吧，我觉得这个角落最好，我们躲在这里。好家伙，一大堆呢，100个，小子。这小子又在这里露个头，哎呀，没子弹了，看来得换。哎，枪都散架了。他有时候这个换枪的，他会做一些动作啊，修他的脚，躲在下面是吧？小子躲在下面是吧？这个人好像比较厉害一点。哎，打他的头就25，他好像新的武器，这个是 boss 吗？又没子弹了，他快没了，追过去。先把子弹换上，我只有6发子弹。好家伙，谁说他没了？他怎么满血？好像有两只比较厉害一点的。赶紧躲在这个树后面吧，继续猥琐。哇，这个血好厚哦，他枪不一样哎，他是冲锋枪哎。后面这个先搞定，好像有爆了一点东西，不过也是白色的。把他的枪打掉。哎，爆头了，掉了一个东西，闪闪发光的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这边还有一个。这边还有两个呢，一只，
哎，最后一枪没了吧？好像全都搞定了。小手枪虽然说是无限弹药，但是哎，子弹还是太少了，打几枪换弹，打几枪换弹。我们看看能不能组装好一点。哇，他们的装备很优良哎。哎，怎么还有啊？臭小子，跟我贴脸啊！看看吧，一个枪管、武器模块，还有个硬币。这个是还是一个武器模块？哦，这是子弹哎，这给我们没用，我们子弹都满了。打开背包可以看到右下角呢，这边是子弹，就是一些步枪啊什么子弹，给我们没用。哎，又没有爆武器哎，可恶，我就只能用小手枪了。那也没有办法了，我们来四周逛逛吧，都是一样的地方啊。这个是 A285， 这里面进不去。翻翻垃圾桶吧，这些垃圾桶的里面也是有些垃圾的。到里面这里看看吧，这些东西可以打掉。最里面呢依旧是有一个祭坛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这祭坛有什么用，说不定是献上什么祭品吗？丢个硬币下去，有吗？没有什么效果，可能需要什么祭品之类的吧。那不管它了，等到时候我研究研究吧，说不定有点什么用呢，会给我们一些什么好东西啊。走，又打到了一个代币啊，我们去可以去前面那里抽奖了。哦，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推进去把那个门炸开吗？应该不行吧。这里有个大箱子，好多子弹哦，我子弹都没用啊，这么多子弹给我干嘛？来这里转一下，给个好东西吧哥。这是什么？一个武器模块哦，是这个哎，三等奖哎，小猪是最好的紫色的武器模块，可以可以。这个房间里面呢还有这个贩卖机，我们可以用木材换这个化学品，这个化学品呢是只能换两个嘛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拿到化学品，到后期也是挺缺的。行吧，那这里呢就这样了，走了，出去了，把这里面炸了。我们先到车上看看吧，来给我们的武器改装一下。老朋友，刚才那个是什么？哎，都不能装哎。刚才那个是不是创造武器用的？哦，是哎，但是需要六个东西才行，我们现在只有三个。我们可以制造一把武器出来，就这样子给它装起来才行。但是后面那些握把这些我们暂时还没有啊。所以还是不能装了，先放着吧。好像装出来是一把冲锋枪，自己组装武器可还行。好，这里呢顺便可以改装一下我们的这个列车蒸汽引擎，这个我们暂时用不到了，它需要很大的空间才行啊。然后呢车头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搞一下，需要两个弹簧，两个那个螺栓，这个还是比较容易搞定的。好的，材料准备完毕了，调整一个好的视野来。车头现在有转角了，感觉像是一个火车一样，卸下来它会给你一半的材料，哎，有点亏。然后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好升级的，我们可以加长我们的列车，但是现在不太需要，我们建筑物不是很多，等建筑物多一点的时候吧，我们再去加长一下，搞个那种蒸汽动力的，目前就先这样子混着吧。哎，另外我在这里啊有看到了这个，哎，我们的衣服呢是够了，皮革是有四个了，来做一下衣服吧。有了衣服之后呢，防御力就会更高一点。好，有了。怎么是个包裹？来看一下我们的皮衣吧，一级的皮衣，可以将甲板连接自身。那个甲板我们有没有解锁出来？好像没有解锁出来。是消耗品吗？消耗品，你们看一下。哦，是这玩意儿，搞一个先。这个呢是相当于是给我们提供一点点护甲了，左下角那里呢是有的。我们把它拿起来之后呢，可以把这个放在衣服里面，哎，不能放进去啊，直接使用吗？哦，直接使用，哎，装在身上，哎，生命值上方那是多了一个护甲了，防御力更高了。那行吧，那我们这期呢就先这样吧，下一期呢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劫匪啊，什么劫匪，就是路过那些人的地方了，又要发生战斗了。我希望可以获得一把更好的武器啊，我们现在战斗力还是有点弱，这把小手枪虽然好，但是打几下就要换弹，打几下就要换弹。好了，那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